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奥运站海淘湾分行的 Yuki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君汇港的单位，就是1725呎的，大家请入来看看。咁呢边你见到个客厅咧，非常之分明嘅，而且宽敞。你见到两边嘅收纳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呢边都有埋嗰个收纳空间噶啦。咁咧呢边就可以特摆放一个60寸嘅电视啦，再可以摆放一个特大型嘅梳化都冇问题嘅。咁之後個露台係非常之寬闊嘅，你可以望到正前方嘅九龍站啦，望翻去對面維港嘅景色。右手邊就可以望到澳海城嘅一期嘅商場，下面仲有個內園嘅公園，非常悠閒舒適。呢個單位係4房雙套，連工人套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帶大家去參觀呢個睡房。咁有個非常大嘅2個衣櫃，儲物空間非常充足。裡面仲有張床啦，仲有非常開揚嘅景觀嘅。之後大家都會睇到呢度有個洗手間啦，套廁嚟嘅。咁樣咧就有個好大嘅浴缸啦。同埋好大嘅鏡面，可以化妝啊，都好方便嘅。仲有個電視機，咁之後帶大家睇埋第二個睡房先。咁呢個睡房咧收納都非常充足，仲有一張床係可以拉出嚟嘅呢個位置。外面的景观咧都仲系非常开扬，仲可以望到呢个维多利亚的港景。咁呢个咧就系客厕嚟，咁你见到咧佢系都系一样啦，好大块镜嘅，非常之光猛。佢就可以有淋浴啦，亦都有浴缸嘅。空間非常之大，亦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呢個就係第三個睡房啦。咁呢度都一樣都可以把攬到呢個維港嘅景色。咁呢個就係主人房連呢個套廁嘅。咁你見到佢有落地嘅玻璃，仲有一張好大嘅床。兩個人瞓係非常之足夠嘅，好多個衣櫃啦。咁呢度就係套廁啦。咁你可以睇到呢邊有個廁所之外，成個係好似一個酒店嘅設計一樣。呢邊就有淋浴嘅空間啦，呢邊去洗手間，同埋嗰邊都仲有好大嘅按摩池嘅。一路浸呢按摩池嘅时候，仲可以望埋嗰边嘅海景。咁到最后，我哋介绍埋呢个厨房连工人套房啦。咁呢度有个好大个就系储物嘅空间啦。呢度有个就系雪柜嘅。咁之后又有炉头啦，同埋有个好大个嘅焗炉。同埋呢邊咧，仲有都係嚟有另外一個雪櫃喺度嘅，仲有呢個明呢個抽油煙機。咁呢邊咧，你就可以見到有個工人房，裡面仲有埋套廁。上面都有收納嘅空間嘅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单位的话，欢迎可以跟我查询。我是香港置业奥运站海淘湾分行的 Yuki， 多谢大家。